叔叔阿姨们。觉得他小气了，在上面打个小气。不能，我没有小气，我不是小气。你不给别人抱一下就算了，给我还不能抱一下？咱们朋友之间就是不需要拥抱，就这样侧着抱一下也行啊。你看他们说没有。核桃暂时没有。抱抱不能抱，不要抱，还是握握手还可以，对不对？挖的葛根不拿来卖吗？那个葛根这个一根一根的怎么卖吗？这个要做的，而且很麻烦的。这里三七没打粉是吧？你三七你拿到药店里面去找那个白大褂给你打成粉，让他帮一下你先清洗一下，然后晒干之后让那个白大褂帮你打成粉之后，你每天喝个拿三克喝就行了。快点上小香菇药下去做，我来放。葛根在那里。你们这问一下，因为他们这边海拔比较高。对。好吃的，你开始吧。哥姐们，这阿米教你们和葛根粉好不好？教你们和葛根粉。我哥跟的小姑娘，弄点水，差不多这么多，然后加点水，不要加太多哦，叔叔阿姨们。好了，多了，多了。不多，不多。水都有点少。葛根今天卖不了啊，今天卖不了。卖不了。卖就算卖的话也发不出去。现在他们这边天天下雨。好，他们这边天天下雨，然后晒不干。现在葛根他们家里都是有，但我都让他们做了，然后但是现在发不出去。昨天卖了一些，然后都要3到5天才能发。在那里烧，继续烧，给它放上面，死命的烧。包你野生的啊，我们卖的都是野生的啊。这个葛根100%野生的。可以了，还加？不要加了。再加一点，咱们不要加太多了。不要加，真的不要加米，现在已经可以了，一点都不要加。对，就是开了。你看，不要加，这豁开了。再烧，按着不烧。因为这边海拔太高了，容易水烧不开，容易翻车。好，可以了，可以了。你一次性倒哈。一次性倒。对，一次性倒就去了。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哦，哇塞，完美。哥姐们，完美，真好！我的个妈呀，颜色好白，乳白色的，哥姐们，这个才是野生的葛根。你买的那个颜色是透明的，那是藕粉。给你们看一下是。哇塞，哥姐们，来来，阿米放这。我早上起来冲了一杯。想不想吃？想不想吃？漂不漂亮？太好吃了。觉得漂亮的，咱们打上2个字漂亮。乳白色的才是野生的，很多人卖的透明的那是假的，那是藕粉冒充的。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一怎么说呢，非常好的东西。对，阿米真棒。哇塞，这个确实没有毛病哈，确实没有毛病。漂不漂亮？这才是真的野生的啊。透明的都是假的，切记啊。
这才是真的。哎，你脚怎么了？我想要，想要，我的妈！哦、阿米，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们，想要是可以，我今天能给大家上一点，但是发货需要3到5天，能不能接受？能接受的在公屏上面打个能，如果接受不了，那就不上了。需要三到五天才能发货。鼻涕，因为你看他们这个天，你看天天阴天，天天阴，葛根粉是已经洗出来的了，但是晒不干，能懂吗？需要3到5天，他们下雨了就要收，不下雨就要拿出去晒，太辛苦了。所以说我真的山里人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真的。你看这个才是真的啊，你们切记，这个东西假的太多了。我包你是野生的，我们这个你是可以拿去检测的，如果检测出来不是野生的，让我干啥我干啥。50块钱一斤，满满的一斤，其他直播间不都70、80、90、100吗？一斤，我们50一斤，这个价格 O 不 OK？ 哥姐们，50块钱一斤，贵可不可以？觉得可以的在公屏上面给我打上，觉得便宜的给我打上两个字便宜，觉得便宜的给我打上两个字便宜，我要有多少个便宜我就上多少单。真的，这个东西哥姐们，不是我不愿意卖，知道吧，是弄不出来。你要按照正常来说，我不是卖的越多我越开心吗？对不对？正常直播间都是50，他们敢说是野生的吗？他们敢不敢说是野生的？他们泡出来有这么好吗？80%的人都会把这个葛根粉里面加藕粉，因为藕粉便宜，50块钱一斤，整整一斤够你们吃2-3个月吧。然后真好吃，加8块钱，8块钱这里面包含了5块钱的包装还有运费，另外3块钱是小苗跟阿米赚的，好不好？那就直接给大家上，就是58块钱一斤，不像正宗的。来来，我跟你说，野生的就是乳白色的，如果泡出来是透明的，记住那是假的，记清楚了那是假的，记清楚了那是假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包你是野生的，你可以拿到专业机构去鉴定鉴定。那这个就是葛根，山里挖的葛根，对，阿米挖的，直接就给大家上了哈。抢得到就有，抢不到就没有。这个真的，我数量这个是真的上不多啊，上不多，数量有限。直接上了啊！拼好手速。6658，一单我跟阿米就挣大家3块钱啊。还有很重要的一点，3天到5天才能发货。你如果特别着急，对不起，就不用拍了。因为这个，因为不晒干我也不能给你们吧，这是最基本的，必须得等晒干了。这个东西它可以清火利尿，对失眠啊，然后容易做梦、头晕眼发、烦躁不安都是有效果的，对，非常好的东西，知道吧。他们这边的人哈，经常把葛根切成片晒干了泡水喝，赶快去拍，数量有限啊，3到5天才能发货，58满满一斤，对，就这个葛根粉满满一斤，对，三高人吃了好，什么什么高什么什么高，吃这个非常好。拍了怎么冲？你们先加点水，加点冷水。刚刚阿米不教大家了吗？对，来，记住这个才是野生的啊，就是泡出来透明的，那是藕粉冒充的，这个才是真的，绝对的好东西啊！你看，你看，漂不漂亮？说实在的，和藕粉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效的啊，咱们那就是，但是这个功效是非常多的。想买葛根片，赶快去抢啊！还有最后的几单，最后几单，就剩最后几单了。
什么口味要加糖吗？你们可以加点冰糖或者白糖都是可以的。这才是真的，记住啊。加点蜂蜜会。加蜂蜜，但是会容易让它化掉，就没有这么黏了。再泡一次给大家看看。好，可以。但是这个不浪费，好，你吃，我来，这次我来泡。杯子呢买的。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来亲自的教大家一下怎么泡。你们，你想吗？我肯定想呀。你们可以加点那个冰糖、白糖，然后加点自己喜欢吃的坚果，都是可以的。回答你，我刚刚没有看到你。我给你腾去，你给我们看，特别好吃。你的睫毛怎么是白的？我也不知道哦。我现在马上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泡，好不好？加蜂蜜可以吗？加蜂蜜可以的。因为我们这边，在云南这边海拔，水很难烧开。然后我必须要把这个杯子温一下，必须要给它温一下。你这个也温了，不然的话它太冷了，水加进去。它温度不够，还有最后几单，大家去抢一下啊！我教大家怎么泡，包你是山上的啊。开水，先用冷水，然后你把它搅均匀，然后你再用开水就可以了。葛根粉放个两勺。两勺就可以了。葛根粉喷到睫毛了吧？没有啊。对，这个是原汁原味的。放了两勺，但是我这个块太大了，多放了一点点，有点少了吧？是不是？再放一点点就行了。这次有点多了吧？多就多吧。我教大家怎么泡泡泡哈，这么多的葛根粉，放一丁点的水哈，放一丁点。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倒，你可以用勺子。然后这样一直搅，水少了。我们的这个葛根粉特别的细腻啊。就这样给它搅拌，还是少了，这次可以了，完美。然后这样搅拌，搅得动就行了，搅得动就行了，搅得动就行了，再烧一直按。不要放太多了哟，千万不能放多啊，千万不能放多，放多了就是我觉得我这个都稍微有点多了，万一冲翻车了，大哥姐们，一斤是一斤，满满的一斤，满满的一斤，250克乘以二，包你是山上的，包你是真的啊，不是假的，哥哥，可以了，拿来吧，我来。冲水。好，不，你讲你他搞，你做啥呀？这一个不小心又冲成功了，你说气不气人？还不是我教你的，感谢你啊！不谢。漂不漂亮，哥姐们？这才是真的葛根粉，记住啊！冲出来透明的那都是假的，记住了啊！我包你是。葛根粉包你是野生的葛根粉，58块钱，毫不吹牛逼的说，只在小苗直播间，只在小苗和阿米的直播间啊。小孩能吃吗？当然可以吃，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
什么时候吃比较好？都是可以吃的。这个果腹感特别好，咱们有想减肥的哈。我确实有点饿了。嗯，这真的。咱们容易口舌生疮的，容易口腔溃疡的，吃这个。糖尿病可以，但是不要放糖。已经抢到的那个，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哈，那个咱们需要发货需要3到5天，发货需要3到5天。你想明天就收到不行，因为这个确实没办法，知道吧？确实不行啊，需要3到5天，能等得了你就拍，等不了就不用拍。你不去？你死了？那你明天都上来呗。等得了你就拍，等不了就不用拍了啊。不行不。都学会了哈，应该都是学会了的哈，真的非常好啊！包你纯野生葛根粉，葛根粉啊。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哥姐们抢不到的不好意思了，因为这个不敢卖多，卖多了的话发不出去。卖多了的话发不出去。买一斤可以吃多久？这看你了。像这我这一杯是放了2勺嘛，果腹感特别强。今天7号，差不多要等到11号到12号。特别着急，配牛奶豆浆可以，可以没问题。最主要，你看我这个，我是没有放糖，我就直接喝，喝到嘴里它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它可以填饱肚子。你如果想要味道的话，放点糖也是可以，会更好喝一点。最主要是啥呢？因为这个葛根粉啊，市面上水分太大了，没有人愿意去给你们弄纯葛根粉。为什么呢？其实这个东西它贵的，它贵的。不是葛根粉本身贵的，是人工。你看那天阿米挖了一个这么大的葛根，你知道要挖多久吗？太辛苦了，你看一个身上搞的都是泥，太辛苦了。其实真正贵的是人工，他们这边说实话漫山遍野都是葛根，就是没人挖，知道吧？他贵的是人工，贵的不是葛根，包你是野生的。所以说葛根可以解酒吧，是的，也可以解酒。咱们如果喝过酒了回去想不舒服晕了，就喝一杯葛根粉解酒，特别喝这个皮肤也会变好的。空腹没问题可以喝。嗯，减脂期能喝，当然可以喝这个。你们减肥的可以喝这个葛根粉。阿米，好多人没抢到。没抢到的扣个一，我看有多少。不行咱们再给大家上个20-30单。嗯，可以。20-30单应该可以。20-30单多可应该是问题不大。上多了不可能的。就是我卖给你们，阿姨他们家里每一家都有，都在那边。你看，这会晴天，太阳出来了，他们现在应该又拿出来晒了。等一会阴天了，立马又要收回去，因为昆明的天气哈，大山里的天应该都这样，说下就下，说停就停。所以说有货是有的，但是暂时还没晒干，所以说需要大家等个3-5天，能等的我再给你们上。我建议大家。怎么可以多买2单，趁着我还有货，还能给你们，就哪怕是预售，也是的。30单，哥姐叔叔阿姨们看到了吗？30单，30件，啊，30，对吧？件数30，只上30单，抢得到就有，抢不到就没有，好不好？哥姐叔叔阿姨。给你们看，30，件数30啊，上架，抢去吧，快点抢，快点抢，速度手速要快，手速要快，你哇，你太厉害了，手速要快，抢不到就没有了啊，哥姐叔叔阿姨们，58满满一斤。
这个我的。五。哎呦。哎，没上吗？上了，上了，上了，能看得到吗？你们慢点，要是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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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快点快快快。野生葛根粉是淡青色的，你这有点怀疑，这说明你根本就不懂。记住，淡青色的是什么？淡青色的是藕粉，是的，是透明的，是藕粉，野生的是乳白色的，是用这个做出来的，是乳白色的。嗯，知道吗？你买到了假的藕粉冒充的，知道了吗？他买到冒充的了，他说我们的是假的。怎么可能，我们这个是用这个葛根做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葛根，你多吃一点哈。我去提点事情，被捡走多了。别的主播那是透明的，是的，你可以去买来尝一下。我这个是三个葡萄的哈。透明的是藕粉，记住，你们可以买个藕粉去冲试试，透明的藕粉价格会便宜的太多了。还有最后的三单卖完没有了，你看阿米在吃葛根呢，有点苦，这个生吃然后也是对嗓子比较好的。58一斤，这个是切苦，250克乘以2嘛，满一斤。还有最后一单，最后一单卖完没了啊，就剩最后一单。对，透明的不是葛根粉，透明的是藕粉。小米这样能吃，这样这样吃对嗓子好。我买的葛根粉也是这样的，对吧？你看，懂的人都懂，知道吧？不懂的人那是他，那我也没办法，他不懂那。你不懂你也不能怪人家，人家不懂这很正常。就我最开始以为也是葛根粉，也是这个样子的嘛。还有最后一单，抢完了就没了。什么东西都吃，我什么东西都吃的，对，我不挑食。我没有了。优点就是可以生吃吗？生吃对嗓子好。刚进来怎么冲来吃？先放点两勺葛根粉，然后加点冷水，然后搅，你把它搅开，搅得动就行了。然后再加开水，一次性加完，然后冲泡就可以了。然后可以加点冰糖、白糖都是可以。阿姨，你们饿不饿？要不要我再给你们冲一杯？行，糖的冰可以吃吗？可以，你不要加糖就行，因为我们这个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糖啥的。我上次买的没有了，太好吃了。刚才我们给他收的，我们回家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给你们收了，你们回家啊。对，野生的南瓜辛苦，回家我挖了好长时间，要回到家，一下休息没事。干完，干杯！好东西，真的是好东西。阿牛姐。没有了，没有了哈！大家一起预约一下明天直播，然后明天带你们去挖葛根，明天带你们现场给你们挖葛根，你们就知道牛不牛逼了。好吧，明天现场挖葛根，好，明天到葛根呢，到找个山，直接现场挖。黑花生没有，要努劲900，扫不下来。你困了？没有。困了，要不你回去睡一会儿。啊？要不你回去睡一会儿吧。你这样一直打哈欠，我也心疼呀，真的，我好心疼的，真的。谢谢大家，包子粉我拍了4单是吧？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还想要什么？你们不要乱带节奏，要抱一下，抱一下还亲一下的。
光抱一下哪行啊？阿姨，你抱一下合不合适？你觉得朋友之间抱一下合不合适？不行啊！那为什么刚刚我都能抱你呢？我老了噻，老怎么快给你抱？老了也可以啊，这个小姑娘的，当你妈了嘛，绝对是小姑娘。啊，这小姑娘不行。弄圈上那小姑娘不准小在。他们俩不是一般的朋友。真的吗？一般的也不可是，要几单婚才可以。不是一般的呀。啊。不是一般的朋友。我跟他都认识一年多了。几单婚的嘛？那个几单婚了？没有，结婚了再能抱。那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岳妹当证婚人，就给我找两个蜡烛来，开始。我辛苦。行不行，哥姐们？太麻烦了，你这个。感谢两位阿姨。那时候我们弄全世界闲着整。怎么找两根蜡烛不就行了吗？古代人家不都有还对着月亮还成亲了呢，对不对，哥姐们？结婚的可以的哦。嗯。阿姨早点抱，可以早点吃喜糖。哎呀呀，结婚的才可以。不可以。嗯。人家怎么说呢？人家古代就是没有人证婚嘛，就对着月亮，就结婚了嘛。嗯。那不也行吗？但是要结婚在的嘛，结婚在的嘛，那个是古代嘛，也不是现代。对呀，现在是现代。这古代这么好的传统，为什么我们不能传承下来呢？那问题是不可以传承嘛？不行噻，弄全是本身的呢。你要拿着那本子得了嘛？你要拿着本要。国家不承认你了。哦，弄全是不行。哎，那不可惜了吗？太可惜了。哎，是。大家一起预约一下明天的直播好不好？谢谢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姑姑厉害，这么多人证明，我也是，我觉得也开直播间3000多人呢，都在这、都在这证明的，有啥不行的？啥不行、啊、喝酒了吗？你看我喝个啥酒？我从来不喝酒的，从来也不喝酒。那哥姐们，你们想要什么？再给他们上一点的。小香菇，谁是想要小香菇的嘞？小香菇谁要的嘞？有没有买过我们小香菇的？有没有买过小香菇的？打个九。我们的小香菇，来，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小香菇。嗯，给你们看看。这个香菇特别的香，用手指蘸一下都香的，香的香的不得了的那种。所有打有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所有打有的，咱们在公屏上面来一波最真实的评价，不带骗人的啊、哦！就是咱们就是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能接受得了就是。这是泡过，你讲这咱们。对，这个是泡过的，这个是没有泡过的啊。山上的东西，山上的东西。嗯。对对。停播的原因，厚的好吃就停播的原因。我们现在跟阿米现在云南停播的原因，等一下一起说一下，好不好？特别的香，特别的香。你瞧我们这个，想要赵小米啊。只吃山上，谢谢大家。真的不错，我买了，确实不错，是吧？特别香。那就直接给大家那个问一下阿姨多少钱，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你这香菇怎么卖的？100块，100一斤吗？啊，100一斤啊！我这真的太贵了。有点贵了，其实也没有太贵，只是有点贵了。你瞧，你全部都这种的小，那么大大小小的多好，也不是说。确实好。你说是大棚是摘的，怎么是一样大呢？确实确实。这个确实没毛病哈。你看肉还挺厚的，这个好吃。你看，你香菇看一下，这个香菇真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前面也卖了很长时间了。小的香菇很好吃，而且它你们能看得到吗？它肉挺厚的，而且这个不是光滑的，那种滑滑的不好吃。能看得到吗？阿姨啊，江宝，我给你说个价格，你看行不行？我们是70一斤收的。啊，70嘛，收了。收了。啊。我这个价格已经给的挺多的了，对不对，叔叔阿姨们？我们前面都是一斤，一斤都是七。我也没要那真的价，我也没说高的，我就是只是要你们的。你100确实说的不高，这个确实去山上采的话很难。我们说是喊，就说是喊价，说是喊100、130，我们喊，我只是说是喊的是价。干的，这个就是干的，我们是
黑色的头发好看是吧？你们觉得？我前面是染个自然色的，但是后面不知道怎么的，它慢慢的褪色了，不好看吗？你，我们喊你来加，就是100块了。哎呀，一百一斤，我做不了主，我们都是71斤说的。我们喊真的是我们喊加，如果我喊加了，我就是100、100、100、300那种的喊了，我也没喊，就是喊100块。你100、100、300太贵了，一百还是加了。哦，还是加。那这个你们拿到是？就是街上去卖多少钱一斤呢？都是要一，都是要一百是左右的。110、120是吧？嗯，150、160都卖得。但是啊，阿姨，我跟你讲，你这个拿到街上去卖，你一天最多能卖多少？哎呀，多的是还没卖这个。5、6斤、7、8斤，反正不一定，不会，老是不一定啊！你就你7、8斤是不可能的。到这的时候没得卖得掉了，到不到的时候你价格贵一点，确实，怎么说呢？我知道你们不容易。有些时候嘛，就是7、8两，斤八一呀，不一定是啊，就是不一定是啥。不是的噻，你到这有些大老板一来，你要来就要要多少，他就才这个价。哦，到老板来的话，就是买多一点是吧？确实啊，对对，有些会我们买的都是38，那你们可以去外面买，然后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买我们的小香菇去回去对比回去吃一下，然后你吃出来什么感觉？你看那个是大棚色仔呢，大棚这个阿姨都说了，这个是33，我们是33斤的，大棚色是相当一只呢，它是一对都是差不多大，这反正对，你们可以在外面买，然后可以在我们直播间买这个香菇，拿回去对比，拿回去吃一下。外面那种卖的很便宜那种是大棚里面种植，然后是人工种植的，而且他会经常给那个香菇打农药啊，还有它长的时间也不长，你们吃的也不健康不放心，对不对？这才是真正大山里面纯天然的这个小香菇，大的也有小的也有，你看能看到吗叔叔阿姨们？而且这个特别的香。大棚是真的是相当好吃，这方是有点难吃，不好吃。确实，这是大山山鸡，肯定是大大小小，它有点难吃。有点难吃，不好吃。确实呢。70的话我就给你收了。你看你家下次还有什么商货，我都会过来给你收的。哎呀，你教我点，70收了。哎，我再让你点，让80块。80吗？80不行，叔叔阿姨们都知道我们都是71斤卖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可不可以帮我把70打出来？我们都是71斤收的。没有，我们一直都是卖71斤，而且晒的也很干。我给你们称一斤，我的秤呢？我给你们称一斤，这个小香菇晒得很干了。我们。等会儿放这个干了，已经是放了不行。这个不行的哟，那你就这样放吧。哎，那这个拿这个放，不要去皮啊，不要就放一个，给它煮好的。拿1斤0.25，对，都是71斤，给他80，那我下次还怎么收呀？对不对？好，刚刚好，能看到吗，叔叔阿姨们？我给你们看一下。你看，0.25，满满的一斤，你们看，你们这样还嫌贵吗？对，已经货真价实了。你看，大小都有，而且这个小香菇是大山里面的，不是大棚里面的。叔叔阿姨们，你们看，真的吗？你看，大小都是不一样的。如果小的你不采的话，就会被别人采走。所以大小都采下来的。是的，是的，你看媳妇嘛，阿姨，他们都打70，你看一下。哎呀，70收了。70，70不少了已经。哎呀，收了比较辛苦吧，小点。75块，哎呀，75我再让你啊。75不行，你要给我小点的，我还是阿姨的，没小的，后面我给我小点的嘛。拿一下。对，我再这个也不是不是。你外边贴个33，再崴着酒还包的，是那么？你瞧他那酒袋，我的酒袋包的呢，崴了。嘿，哎呀，人物。嘿，你怎么倒回去了？啊！我出去办了一件大事。大事。75了，就是75。70嘛，你别说75了哈。怎么交5块钱啊？真加不了。那真的这个33，那么难求的是好。这个确实难。33呢？33相当好。你说我们给姐们打小，我们的兼职嘞。你听我说一下啊，就是
我也知道你们柴店这个东西确实不容易，但是怎么说呢，什么东西它都是有行情的，我不能因为你们采这个东西不容易我就给你们加，知道吧，你要我给你们加了就意味着我们直播间这么多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他们要多花钱，我和你一样也是农民啊，是他所以说我能够理解你，但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们一下，因为我们行情价就是70，我不能给你加，我如果给你加的呢就是坑我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都是个价格，东西确实好，我不能因为哦我想还你一下我说你东西不好，那也很无耻，是吧，东西是真好，哥姐叔叔阿姨买过我们香菇的都知道特别的好，就是你放在鼻子里闻都香的不能再香的那种，是吧，特别好，阿姨就70给我们吧，肥头阿米啊，这样阿姨再给你拿一袋大米，气死我哎呀5块钱啊为什么咱们不能因为这